上次我们没有仔细来看这个 case，一个小朋友骑着脚踏车，不是右弯到下坡冲出去吗？那脚踏车就从这里来啊，然后你会看到脚踏车在这里，鞋机会在这儿吧，鞋子吧啊、喔，就有些东西在这儿。一般而言，警察通人画的这些图啊，它的尺寸会是对的，这种四点三、四点七、三点零、二点零，好，他他去量的时候会是对的。可是当你把它放到一个真正的图里面的时候， 你脑子里面要有另外的一些概念啊，不可以完全相信它的整个的比例啊。它数字对，然后相对位置也会对。比如说这个在它车子的后面啊，这车子是在这个车道，啊，基本上都对。可是你如果看这个图，你会觉得怎样？各位第一个印象 （first image），你觉得怎样？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个大客车先前在这里开啊？如果他放这样，等一下你看到前几张照片。 你会觉得，哎，真的哎，可是你不看全部的东西，你很难知道这个是什么。啊，尺寸会是对的。法官甚至到现场去，把这个车子拉到那里。这个有尺寸啊，多少，对不对？这一点二啊，二点五啊，哎，就把它这个位置放下来，然后呢，前轮方向盘把它打这样，叫它倒车看看。大家一到这个车整个把它跑来这里，好、哦，会有这样。可可是这个是你往回啊，感觉像重建，对不对？可是我们说了，这个轨迹前进跟后退的轨迹是不一样啊。 哎，在转弯中，特别是轴距越大，你前进跟后退那个轨迹差越大。哦啊，多大呢？呃，我们还不知道。哦，那你仔细看照片的时候，就会有个感觉，说，哎、欸，好像，好像不是你第一个印象想的那个样子。我们通常都说，证据会说话。地上掉那些东西，刮那些痕，在哪里？那骗不了人啊，那就是那就是那样啊。死人不说话，活人讲假话。第三点是吧？证据会说话。 这是老师的长期经验，这个报纸上有刊，网络上找得到，是无视名言。<laughs> 因为我看来看去就这样，每个人说，你要知道，当事人他在说的时候，哈，当然过世人他不讲话，就没办法。可是中间那一句，你听起来，你看我说什么？活人讲假话，对不对？讲假话就是 He is not telling the truth，但 I did not say he is lying。我没有说他说谎骗我们啊，没有啊。 他讲出来那个话不为真呐、啊，这样懂意思吗？因为你当下人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啊，我当下就怎样怎样。事实上你是不是这样？很高的机会你不是这样啊，更何况这个会牵扯到犯罪的事的嫌疑啊，所以你会比较保护自己嘛，哈，所以你会比较保守啊。那好吧，你说第三者证人好了，证人就是说我们两个肇事。 当事人，然后让第三方，他根本是无感的人，他他需要讲假话吗？不用啊，可是他讲出来的话不一定为真啊，懂吗？我只是在告诉各位这个道理，所以他的 reliability 啊，可信度啊，没有那么高，什么高呢？证据。所以通常出了之后，我们都会要一句，想了半天说，give me the evidence。那证据这种叫做 physical evidence。 等一下的照片，然后尺寸呢、啊？哈，你把它放上去啊。这个他自然会告诉你一些事。你如果看这张图，你也会搭配刚才那个这样照片，搭配刚才的图，你会觉得这大客车开在逆向吧？对吧？因为你看到双黄线长这样啊，对不对？左后轮压在那里啊。哦，那人站在那里哈、哦，那那个中学生骑士还在那儿。啊、哦，你可以比对一下这个图啊。但是警察，你看啊，他如果有认真画、啊，你就会发现在这里啊。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他画这条线是不太准的、喔，哦，跟现场。那不能怪他，为什么？因为它是曲线。如果是直线，很简单啦、啊。诶、欸，如果是曲线，哦，你要照着它的那个左弯右拐这样来画画的很准，是有点小困难，真的是有点小困难的啦。你要知道这个事啊，这个啊，是在逆向哦、喔，是在逆向哦、喔。不会啊，这个 case 只你只看到这样，没有更更严严苛的了。 啊，oh, 在这里呀、啊，我们要的是这个啊，轮子在哪里磨啊？啊，这个是后面啊，对不对？停在这儿嘛，所以它是从这里前面碰了，然后一直减速，一直滑，才才在这里哦、喔。你要知道这件事哦、喔。所以这条线是不是为止了？你看它是弯的啊，有没有看到？有哈。哦、oh,，你要 seriously 看待这件事啊，这也不是起头啊，对不对？这还有痕迹啊，这叫血肉模糊，就是这种啊。 啊、哦，这叫组织的，这人的组织，啊、哦，这种东西叫组织。谁是从这里、这里、这里、这里？所以你看，它如果是这样的曲线，这里就会很大嘛。真正撞跟开始压的点，哦，这是往前是开始压的点哦、喔，在前面才是撞哦、喔，懂吗？撞是 P O I，碰碰完之后，后面才后面的故事结局嘛。因为真实的车祸不会撞了就、呃。 就停住 freeze 不会这样啊，漫画可以这样画，但真实不会这样，它会往前跑啊，啊、哦、会往前跑，虽然它是上坡了，但是因为有有动量，所以照惯性的原理还会往前滑一段呢、啊，所以你可以很明确知道它的后轮轨迹在这里，这都不会骗人，这谁也不用说任何事，就是这样，对吧？哈、哦，这不要任何人说任何事，就是这样，骗不了人。那我们就在网往上面看啊，看说，哎、欸，究竟往上延伸到哪里呀、啊？这样看也看不出来了。 对吧？哈，这样你还是跟那个现场图感觉说，嗯，好像警察话几乎是这样。那各位还记得一件事吗？这个司机讲了一个话，说我看他来，我就往右闪，可是我车子会去撞右侧的护栏。看到没有？他如果不拉回来啦，因为他被问说，那那你方向盘不是往左打吗？你开在对面啊，他说不是，你左边有人夹到车，你一定往右冲出去啊，想要闪啊，可是快要撞护栏怎么办？ 要打回来呀、啊！这个是不是开始就有一点打？不要被骗了啊！你故事只看一半就很兴奋了，他怎样？他怎样？怎样？怎样？哦，原来路是长这样。哦，原来你知道这是这个点是什么吗？这个是轮子真正挤压的那个爆破点，所以轮子是在这里一弄了。它的左后轮是在这里啊，这不要任何人讲任何话，看了就知道，这叫证据会说话。 我没有说任何人，他们说谎，对不对？只是他会讲错，他的感觉啊，哦，当下啊，另外是保护自己啊。所以你看这个就会是还有，还没结束，因为你还没看到他脚踏车啊，不是吗？对，那这个路是曲线啊，所以你要想象曲线的动向，不是像我们想象直的就这样。 好吗？你一弯的时候，呃，这个线会跟你不一样啊。最近有一个车祸，被告一直坚持说，我车上有很好的行车影像记录，这上面都有坐标值。你如果看这个坐标移动的值，就会发现，其实我是一直偏北的，我怎么会来撞它呢？他讲这句话，语病在哪里？谁知道？老师想很久啊，讲的很真哦，哎、啊，而且他真的有这个哦。 而且他车子保险是买很高的，非凡人啊，懂吗？所以人家是这样啊，他只是认为他没有错，他不会去往左偏，他一直说我车子的那个坐标啊，坐标轴反正 x y 嘛，对哈啊，x 是偏左右嘛，y 是偏这个嘛，他认为是一直往北走啊，你看那 x y 就知道车子是这样走啊，我怎么会去往左碰到这个人呢、啊？他他的意思是指这件事啊，这哪里有语病，各位？因为路不是直的啦。 交通工程设计的时候，人家马路铺好了，做好了，下面是我们交通工程了嘛？我们做什么事？哎、欸，我画线叫你这样开，就这样开啊！你在坐标上直着走，你以为你在走 your way 吗？Are you driving on your way？No。No, no.。My way is the way。你学交通工程。 念运输的，就是记得老师这句话。我们说的才是算，My way is the way。所以你看那坐标，对，你的坐标是对，但是当你把那 mapping 放到我画的那个线里面来，就发现你 out <laughs> 你你照你的坐标点上去，你是在歪的，你没有照我走的路。这样听懂我意思吗？就是就是这個就是、这个就认、是、识啊。你的坐标对了，我都同意啦。可是。 放到县地去比对的时候，你该怎么走？交通局的人画这样，你就要照这个走，依法论滑。这有时候是不是很恰当而已？交通工程设施啊，哦，你只能说它不是 appropriate，就这样啊。那 properly designed 就就这样可以啊。你会怪说，哦，你看这车子中它是这样开呢、欸，那显然你这个曲线太弯了，R、啊、太小了啦。哦，喂啊！ 从某方面也是可以这样讲，可是我们的竖线没有那么高嘛，我竖线定很低啊，所以 r 是可以这么小啊。你去看那个呃公路设计规划就知道啦，对不对？然后你要知道这里是山呢、欸，这个是个山呢、欸，你要知道哎、欸，我也没没有办法再拱进去啦，我我在 r 在拱大也有困难啦、啊，我已经把路加宽了、啊，这种弯道的地方这车道都加宽了、啊，我们能做做啦。然后我插了一个竖线给你，叫你开多少啊？ 你不能开那么快啊！你开那么快就是搬不回来啊，知道哈？这这是一个呃联动的，你要知道，顺便知道这个工程的原理。这也不是说谁对谁错了，你可以说我们路做的啊太小，不是？我们会说你开太快，<laughs> 对吧哈？所以我路线差的牌子很高，那会是我们的错、哦，懂吗？那就会牵扯到国培啊，国培会在哪里？马路上铺不平啊！你路设计的时候不好也会出这个事。好，我们在网上有看。 各位只看到这样，开始明了说，好像不是你原来想的，对不对？对，这他的鞋子两个，那鞋子为什么会在那个位置？各位就要想象啊，那都惯性哦。给你看到了，这脚踏车刮痕，鞋子啊，啊，真正脚踏车在那儿，所以它是右弯往下坡，很早的时候，这个脚踏车的刮痕是什么意思啊？各位想。 我们都永远有一个上游若干距离处，所以你地上如果看到上脚踏车刮这样，然后呢脚踏车在这儿，什么意思？这个起点的上游若干距离处，这个就是它倒掉的地方啊，懂吗？它被撞的地方啊，因为倒下去第一轮不会立刻有线、哎、如果会立刻有线，那一种不是这种线。 哪一种叫砍剁痕是这样？啊，因为脚踏车没有很重，不会这样。我们会看到，各位看到，呃，那叫砍剁痕啊、欸，真的啊，很真实啊。我这样表演是很真实哦、喔。你如果是很重的东西，比如说车上载的掉下来，或者是摩托车开的蛮快，比较重型的摩托车倒掉，因为你们在骑那摩托车是塑胶壳嘛，对不对？一倒不会啊。 好，所以那种是真正一接触就砍下去，那就砍剁痕哦。那个你一看就会很深了、啊，不会像这样。这个都是倒下去一滑，然后滑很小一段就开始刮这个，啊，然后就会不见了，然后就又停住。有些会持续刮，有一些會刮到停住，有也有这种。你看它拍起来的照片，因为它不是平的嘛，它在滑动中，这也是不是平的啊？一粒一粒，所以它勾到东西，因为阻力还会跳动，还会旋转哦。 会旋转哦，旋转那比较有名的叫做麦当劳跟两只鱼，没有真正麦当劳，但我们叫它麦当劳。这在明湖路就出过这样的车祸，机车倒地，结果变这样哎、欸，地上。还有一个在苗里吧，它会变这样，然后有一段距离之后，当然没这么漂亮，可能没这么漂亮了哈，对不起，可能没这么漂亮，它还这样嘞、欸，然后摩托车才在才在下游某处，它是在前面被汽车撞，在旁边有个加油站。 这个叫麦当劳。后来我没有看到这样的它叫两条鱼、两只鱼。这都机车，这两个都机车，两个都死掉。呃，强调这个为什么？因为这样的 case 它要够力才会留这个痕迹给你看到。其实很典型，这只是平常你有没有注意看看,看到而已。所以我们往后一看到这个就知道哦，What's going on? What happened? 到底是麦当劳还是两条鱼？有了麦当劳，也有麦香鱼啦。不过两个不会都一起就是了啦。<laughs>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type 啊。这个也是在弯道，你就想象是那二十一二岁的年轻小朋友，早上骑的摩托车啊，弯、欸、道啊，冲到对面，被对面的一部车子的左前角顶到，然后倒地就变这样。这个是加油站，他有点想要超人家，可是有一部比较慢的摩托车想要进来加油。 稍微一碰它，它进去了。啊，那个摩托车的滑上还慢慢进来，它只被弄一下下的倒掉，啊，这一步就骑很快啊，骑很快才会创造更多的证据留下来。你如果慢慢骑，呼、呃、就停住了，然后砰它就倒了，怎么可能在地上给你画图画这么长，画这么多呢？不可能了，要够快。好，这个是在上游倒了，然后滑滑一直滑，哎、欸，记得这是下坡哦。 当然，他也有点速度了。下坡你骑脚踏车的人，当然往下冲啊！哈，人都这样，很自然啊，很自然、啊。我都记得我们念中学的时候，下课脚踏车是不准骑的，要用牵的，因为八卦山给你骑下来，每一次都出车祸，停不住啊。上课的时候你要骑不骑，随便你。我那個、累得跟狗一样很陡，很抖。能骑的人骑两下就乖乖下来牵了，他都不管你，反正你也骑不上去。你看啊，他继警察继续拍这个刮痕啊，这个刮痕啊，继续往前动啊。最后脚踏车在这里哦、啊，啊，他们没动它，脚踏车是被那个。 大客车的左后轮压过去哦、喔，你看脚踏车，所以你说呢？你说那部大客车有开到对面吗？看到这里总该有答案了吧？连在这啊，啊，这个被连过哦，这被连过、喔，是头坏掉啊。因为从它呢在上面就倒了，倒了就滑下去。其实大客车底下才，这十五，才二十六公分啊，才这么高哎、欸，你们知道吗？大客车啊。 有一部大客车这样开没事，我说、啊、来，这男生啊，你们比较勇，有练过练操什么？就这样子这样跑的时候，你能不能这样冲塞进去啊他们很难呢、欸，我给你二十六公分，你要很难呢、欸，因为人的胸十几公分呢、啊，只有十几，不要想太多，很难呢、欸。但是因为他从上面就掉下来，就整个连车两个就咻一就一直进来了。他那个人的态势，你刚刚有看到哈，他不是这种人在外面這种去被他。 压到头不是哈，它是身体在里面，轮子在这里啊，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是整个都戳进去呢。脚踏车也是啊，所以轮子的过的地方在哪里？哎，这都有痕迹哦，这都有痕迹，这都有痕迹。这个翻拍不是很清楚，这都有痕迹，然后压到那里有痕迹，所以不用怀疑。这件事故发生的时候，左后轮就是这样走的，到停止，懂吗？就这样，no doubt。呃，这叫证据啊，怎么讲也讲不出，就是这样了、啊。 你左后轮如果不是走这个轨迹，今天你不会看到这些东西这样在这里嘛？就这样而已、啊，很简单的一件事嘛，对不对？这个这个如果讲开了，就没什么太大学问了、啊。当然，很多人会执着在后面那个样子啊，或现场图啊，对不对？你一看就一直怀疑哦，所以后来这个案子一直在告了之后，就是告这个大客车啊越线。 到那小孩啊，所以让他倒掉，懂吗？后来的辩论呢，争执就是演化到这个，这是压过吧？不然假壳虫怎么会变这样？那更何况这些都有刮痕，这白白，这都有刮痕，这一直都有刮痕，欸、这这有刮痕，因为金属被轮子一压，就变成硬的轮胎跟薄有夹着尖锐金属嘛？你想会怎样？轮胎甚至会破了，懂吗？那那个很厚了，那客车不是我们小客车，但是这些东西挤下面都会有东西的，这都会很明显的东西，这都骗不了人了。 哎，你把它拿走，也都会知道。那你在重建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点，什么点？脚踏车在的位置，左后轮曾经，这个叫时空，某一个时间点啊，那个空间就长这样，脚踏车轮子压这里，然后继续滚嘛，哈、哦，懂意思哈、哦？这叫时空，有一个点是这样。啊，你在重建就是要掌握几个这个时空点，然后就可以一接一接往后来推算。 懂吗？这就是我们在解题数学里面的控制条件呐、啊。这样就听得懂嘛，对不对？这、就是控制条件呐。它在某个时刻，这个轮子有过那个脚踏车啊，上游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想象说，有个时空左后轮在这里，那有个时空左后轮在这里啊，人的脚踏车骑士的头在那，啊，这个 T 一定在这个的前面嘛。 因为它是这样过去啊，这样听懂哈？啊，然后你再看某个时空点，这个脚踏车是在那个刮地痕的白线啊，这样知道哈？所以你就有一些控制的点啊，时空的点啊。那你最后重建是在做什么事、啊？重建就是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的 frame 之下，这些东西在哪里啊？以多快的速度在移动，懂吗？在哪里移动？所以我们要肯 o 是。 那部大客车有没有曾经左后轮在这里移动？有啊，黄线的后面有啊，到最后有啊，有啊，你有看到哈、啊？前面是没有的、啊，前面还离很远呢。哦，那你还要知道一件事啊，一般的民众他会去争执这个，当然被害人他会争取他的权益，会这样啊。律师也会从这里去辩论。这么大的车子轴距很长，你要让它能够变位置很难，你知道这件事吗？你那个摩托车两个轮距短短的一米多。 说去哪里一动，左左身整个身体就跟着过去啊，听懂吗、喔？这个才没办法嘞，这个没办法，你知道吗？很难呢、欸，嗯，所以你一般的人会用想象来会去觉得、啊，那当然，我你要从这个呃嫌疑人啊、犯罪嫌疑人或是被害者方来看这个问题不一样、啊，我们要争取什么、啊？懂不懂？啊，极尽所能去想说有可能什么、啊，那你也没去量轴距啊，所以你当然可以这样想、这样说啊。 这样主张啊，懂吧？哈，那我们站在第三方，你就要懂一些车子的事啊，不然你怎么去跟人家论车子是不是有排档自排车或是手排车啊？哦，这有时候在有些车祸也都会有点点小影响啊，一点点啊，不会很关键。呃，但是你在问话的时候，有些动作就会问出来。哦，原来有哪件事啊？哦，好，这个是那个 case。我说最近的趋势啊，之前是这件事。 是问速度。最近呢是这个红绿灯，我们长期这样会碰到，就会有那个趋势，会有个感觉啊。这个是很长时间的速度的部分，那耗字是最近的事啊。那以前也有啊，可是以前因为都没有证据啊，反正被一问只要没录到就就怎样，机证不足，退。你问神仙也没有用啊。 车鉴会也没有用啊，因为为什么？你们两个路口出车祸，红绿灯砰，然后有几种可能？什么可能？他认错，他说：“哦，我当时没注意看呢，你是不是红红灯？你是什么灯啊？”他都会讲不记得了、欸，人通常都这样讲啊。他会一直讲：“我就是绿灯，我本来是绿灯啊，一直绿灯。”哦，好啊，那就会觉得是他闯红灯，他认了那就算了，反正赔了，保险公司就没有了。如果可以，大家可以讲好，settle 承认就没事。 所以会跑出来，会有一个案子，就是什么？他两个都坚持我、哦、绿灯，我、哦、绿灯哎、欸，我快过完了才看到变黄灯哎、欸，反正他就坚持他绿灯了、啊。那请问你这个如果没有录影带啊，没有其他证人啊，有用吗？我也没答案啊。吉力鸟旁边有证人看到，我们车间会的立场跟学校见，我们也没答案了，我们也不讲。 因为我会有一个很大的风险，他到底是不是他的朋友或他的朋友？诶、欸，我很惨呢，我干嘛担这个呢？但是到了法院，法官会做个决定啊，懂吗？会叫这个证人拒绝啊 a f o r m a t i o n 啊，就像美国那个按着圣经宣誓哈、啊，我以下手术为证，啰这样，来、欸、这样，呃、欸，要讲啊，讲这个、啊，讲了之后，法官如果认为可以，他会接受他，他说他绿灯就是他绿灯，他就这样判，只好这样啊。 不然你在那个车间会跟学术鉴定碰到红绿灯的都推件，懂吗？就机证不足，案情不明，我们就没办法说了。那、啊、后来很多是录到了，录到了，反正录到了两个也没得争执啊。为什么一录起来发现就是他红灯他绿灯啊，还用讲吗？<laughs> 他就输啦、啊，对不对？那现在大家都在录，没录到的，录到一部分的，录到边边的。 他开始会想说，你们是不是知道红绿灯？那以前这种呢，他们就直接去问刑事警察局，为什么呢沿录影带了？哦，刑事局的设备很好啊，他就问说，哎、欸，你们能不能解析度高一点，能够判别那个远方那个红绿灯号字是什么颜色啊？很厉害哦，他刑事局相对之下，哈，那个年代现在也是啊，他们都是比较厉害的，他们要破这个重大的案子的。 所以他们有一些设备技术啊，是比较高超，一般没有了。他们可以看啊，那能看就有答案，不然的话呢？不然的话，这种现在问号字的这种啊，其实对我而言，我都说这叫间接式的。目前我们在做了几个案子啊，都是间接式的解答。那求速度是自古以来一直都会有，不论有没有录音，不论有没有证据，从前就一直有了。 那从前一直有没有录影的时候，就是用上个礼拜给各位那一张啊，v 平方等于二 a s 这件事啊，所以照那个公式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啊，速度等于根号二五四 f d 呀、啊，这件事啊，刹车阻力系数跟刹车很长度嘛，所以你就可以去比对，都可以算出来、啊。这个不需要录影，不用。可是这个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这车子一刹车，嘣，停在那里的时候啊。 哎、欸，你要后面那一一条黑线要在啊，还是我不在嘞？不在你就没有那个二五四 FD 那个 D 呀、啊，<laughs> 你就没有区别。你那个开根号根本是没有用，是算不出来的。啊，越来越多的车没有那个刹车痕了，你们知道吗？现在马路上越来越少刹车痕了、欸，为什么？因为现在一大堆车子 ABS 是标准配备啊。 啊，你 ABS 重力一踩，它不会拉一条黑线出来啊。你如果开的够快，刚才的瞬间会流两三点黑黑的而已啊，然后面就没有了，哇，那怎么办？还是找那个黑黑的。我们说下一波就是要教那个收集资料的，因为你如果刹车去算的时候，是在轮子完全锁住。你是从这里啊，initial 啊。 啊，这 v F 啊，final 啊，我们说这个等于零啊，停住啊。所以你知道从这里一说 v 这样的话，要磨多久会停？这这简单了，因为你知道这个二五四 F D 这个是 D 啊。哦、oh,，那看起来就简单。可是有你有 ABS 的车，什么意思啊？防锁止哎，就这个轮子不会整个这样锁着这样磨着走哎、欸。 哇，它是说放说放说放啊，让你可以转向啊。ABS 的好处啊，的功能就是让你紧急状态下可以操控车子啦，懂不懂？ABS 的功能就在这里而已，这是它最大的功功能。哇哇哇，那怎么办？那这一条不见了，请问那你就没得算了，理论上。 如果你有 ABS，如果会出车祸，或如果会需要来鉴定，应该不小的事。那车速应该不会很慢，如果很慢那就算了啦。如果够快，一踩嘣的时候会有什么呢？没有，没有地上没有线哦，画给你看了、啊、会这样。哦，我替代的哈、哦，会这样，会这样，会有小小的点。 会有小小的点，然后是越短，然后越来越近，越近、欸，那可能一两点、两三点，maybe 吧，就没有了、欸。再来就不会了，因为再来它缩放就没有那个瞬间锁住，因为一开始高速在开的时候，你一踩的时候，它真的锁快要锁住的时候，它要放嘛，可是它在放之前呢、啊，就偷滑了一下下，听懂吗？所以会有这个东东在。那问题这样就我把它擦掉，就是有 ABS 的年代的车事故啊。 车子一停住，车后嘣，它会变这样。哇哇，怎么办？这不是一条、啊，是三点了、啊，两三点，怎么办？所以以后的车车车祸事故，你这个车祸车子在这里，哎、欸，你要到上游去找、欸，不知道在哪里哟、喔，不知道在哪里哟、喔、，somewhere。他如果开很快，会很几十公尺外，听懂哈？他如果开很慢呢，那开很慢就开始没有了。 没有了，这也可以来实验，可以来实验说市面上 ABS 啊，要多元以上，就是多块以上才会留下这个，太短的就是速度太慢了，根本来不及留，没有机会留这几点，这样各位懂我意思了哈？啊，那如果这个点能怎么做？哦、oh,，good，你假定可以找到这个点呢、啊，起点呢、啊，那就是低了，根号二五四 fd 照用、哦。 你就知道在这里 v initial velocity 是多少，这样听懂我意思了哈？当然可以去更精算说那 f 是多少啊？可以呀、啊，你要知道 f 很简单啊，有没有教过你们的吧？现在市面上任何一部车子要知道 f 值多少，来问交大，我们就告诉你你的车子在哪里，哪一部车在哪里？Any car anywhere 的 f 值，我们都可以做给你，而且只要三十分钟内就搞定，就有答案了。呃，成大、逢甲还都可以。 他们后来都买那个仪器啊，那个可以测这个 F 值啊，跟他 f 五四 FD 那个 F 值啊，都可以测出来啊。好，那很准啊，为什么？那那就不是用通力零点七五、零点八二啊，就是你那部车在哪里啊？因为在这里跟在底下柏油路不一样嘛，你知道哈，材质不一样啊，对不对？F 值不一样嘛。那、啊、如果你是车祸出在有斜坡的地方，那就斜坡做，那里有个值啊。哎，我们都这样做过几次啦、啊，在马路上啊，哈，法院的案子啊。 就做啊，那个是很准的啦，就没有问题。所以各位看啊，有 ABS，你还是用这样的原理啊，去推估它的车速是多少。最新的发展是这样，因为有路演。然后你车上也有行车影像记录，诶、欸，那能不能算速度？可以耶，因为速度是什么哈？速度在物理里面是单位时间所移动的距离，不是吗？ 你只要量到这个就是速度了。我有录影的、啊，你自己车上也有啊，自己车上也有啊，对不对？你自己车上也有，所以你自己车上的录影的那个影像啊，这样在开啊，你怎么知道你开多快？你需要的是什么哈、啊？时间跟空间距离啊。时间，你那个录影的设备啊，不论什么样的录影设备，它有一个规格啊。懂吗？以前就是那个记忆体不够啊，所以以前。 那个像素影像的精密度不够啊，所以呢一秒可能七张、呃十二张、九张都有。现在都二十九、三十，所以你的精度是三十分之一秒哎、欸，所以你有分母了，那你的分子呢？比如说你车上有了，你这样经过的时候，你所以找一个参考点呢、啊，这个点你。 挡风玻璃的任何地方，或你屏幕的任何地方，同一点就好啊。它到哪里到哪里，你地上去量啊。我如果从这样开过去啊，经过这里的时候 t one 嘛，然后这个屏幕的那一点经过那个角落的时候 t two 嘛，对不对、啊？那 t two 减 t one 就是这个 distance 啊。啊，这个 distance 它花了多少时间走过去？你知不知道？知道啊，三十分之一秒一个 frame 吗？ 所以你就知道几个 frame 吗、啊？这个啊，它影片通常会是这样了，二十九点几，所以就是叫三十个 frame per second 啊，FPS。每一个 frame 三十分之一秒，所以你就可以软体哦、喔，可以一页一页翻翻翻翻翻几页到那里，懂不懂？如果是第七个画面，那就是三十分之七秒走了这么长，有没有速度？有，还很准呢、欸。 还很准呢、欸，这是现代的，越来越好用。以前的我们才不是这样做，以前的很难，以前的都是监视器，监视器就有点远嘛。可是你还是看到这部车子从这里走去那里，走去那里，走，这样，然后那里出车祸啊，就这样，那开多快？可以啊，我们到派人到现场拿着尺去量啊，量什么？量那个地上的线、水沟盖。 电线杆都没关系，反正 anything，any reference point，空间上可以让你量 distance，你要的是 distance 就可以了，这样知道哈。可是你做这件事呢，会有点别扭，会这样。这车子就从这样移动、移动、移动，然后你去量。哦，这里有个水沟盖，哦，然后这里呢线断了一节，你到路上会看到。 哦，然后呢？这里有一团狗屎或什么，哇、啊，狗屎不会在，不可以用那个当例子。比如说，它有一个油渍，很大一团。哦、啊，人孔盖也很简单，有啊。然后那个什么水沟盖啊，然后这中间呢、啊，可能这里有个分隔带的点啊，懂吗？所以这都有距离啊，这都有距离啊，知道哈？所以你现在有 A、B、C 这个对下来，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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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D、E。 这你左边右边都可以看这个的长短来搭配，懂吗？啊，如果这个盖子够长，很清楚，你甚至左边右边都当一点，谁知道？然后嘞，有啊，这是有个监视器啊，所以我没问题啊，我取到三十分之一秒的几个 frame 啊，几个画面，我没问题啊，懂吗？哈，我已经知道第几个画面在哪里，在哪里。当然这是我们的决定取约的啦，哈，准不准那没关系，反正有个误差嘛，范围啊。 那你要怎么算？你竭尽所能，什么都算给他，知道吗？他要不要用另外一件事？你要 demonstrate 说，我们可以做这件事啊。你可以算什么？来来来，这里 V A B 对不对？还多着嘞。V B C 也可以不可以给？可以呀、啊。V C D 可以不可以？V D E 可以不可以？V E，啊，到1、e、而已没有了。 一二三四节都可以，还有什么？还有 VAC 可以不可以？可以，谁说不行？看你的肯胜在哪里呀、啊？因为这个驾驶人他可能有一些证词啊，他会说啊，知道吗？说啊，我还是啊，小孩在车上在哭闹，我转头拿东西给他，弯过来就发现有事怎样？哦，你什么时候开始踩刹车？等一下这就会看得出来，有一个趋势，这叫 moving average。 这是 k 等于一呀、啊，因为你只取一个 link 啊，啊，这个呢是什么？k 等于二啊，所以你有 AC 也有什么？BD 还有 CE 有没有？这是个速度哦，你不要小看哦。还有没有？有哦，三啊，有 AD 啊，BE 啊，这叫 k 等于三啊，因为你取三节啊。还有没有？有啦，是 AA。 a d 他刚才还有 a e 呀一。11, 你看我算几个给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good，这样你叫人家交四五千，他会嘻嘻哈哈吗？哎、欸，我帮你算一个才四五百块、欸，这个可以把它画成图，懂吗？你会发现这个车子是在减速后在加速走，而且这种是很 smooth，不会这样跳一阶一阶，你会看起来怪怪，不知道用哪个好，没关系，他自己去做决定。 我们都用这样算，一直以来都这样算。也就是说，这个来自你竭尽所能给人家嘛，就是说我这样的证据，我可以发现什么事？我可以发现 A、B 的速度不是吗？这个物体从这里移到这里都都快，我知道啊，对吧？哈，所以这任何点我都知道啊，因为这不会反向嘛，所以只有这样的组合、啊，所以 k 等于一，k 等于二，k 等于三，k 等于四都有，我都有。 啊，这些数字是不会完全 consistent 的，因为会中间有小误差的东西啊。可是你会看起来就很 comfortable，你就会很蛮有信心说这部车车祸之前开多快，懂吗？因为我每一点都告诉你喽，你还怀疑什么？我也不知道了。你你已经所有资讯我都能挤的，都已经像毛巾一样一挤全部都挤出来了、啊、你还能有什么？已经滴不出水来了啦，懂不懂？哎、欸，这我们的能耐，你就要算给人家。 至于人家怎么用那另外一件事，懂吗？那是下一个事情，next step。You do what you can do，就这样。那为什么会去说这个呢？有，因为我们在五日曾经有个案子，就这样啊，就算速度啊，它类似这样，很远的监视器，哦，在那个成功火车站对面的社区里面，我现在都还记得，因为它牵扯到那个一位。 哇！上女是骑摩托车，那个地方是新的社区开的，没什么车，所以骑摩托车的妇女就把它闯红灯了。对啊，她看得到，稍微看得到红绿灯，因为人家车子没在动，要把它骑过去。那结果就货车，那货车就沿着这样啊，就把它撞了。那红绿灯就没问题了，反正摩托车闯红灯了，所以你看红绿灯路口，后来就会去争执。呃，那你货车开多快？你开太快了吧？ OK，所以我们那个摄影机一拍就是这样。所以带着学生去，竭尽所能，路上有什么点啊？录影带看得出来的点，能够 identify 的点，通通把它点了、啊。啊，反正去，反正一趟路就把它量啦、啊，量啦、啊。啊，回来就是算，就可以算这个给他。你就会看到那个速度的变化的趋势啦。你就整体这里到那里看得到的整个范围里面，大约就知道八九不离十，就是开多快了。啊，它就会有这个出来 你看法院是这样问的啊：肇事路口双方号志各为何？被告行经肇事路口之车速若干？撞击位置是在大货车的哪个位置？被告是不是有信赖原则之适用？信赖原则就是自己完全在守法的状态下，我可以相信别人也会守法，懂不懂？这叫信赖原则。我相信别人也会这样，所以他的条件是自己自己守法、啊、不违法、啊。 那意思就是说，他如果没有超速啊，在他自己的路上走，他绿灯，他就他就没事啊。但是其实速度快一点哦、喔，没快到非常大，我们通常都只认定那个是个违规了，懂吗？请问各位同学，你们有驾照的人开车，你都看哪里啊？你都一直看码表哦，八十九了、哦，慢一点，慢一点啊，一百零六啊，莫刹车。你请问你会这样吗？不可能啊！ 所以你开车的时候，这里出现一百高速公路上，能不黄就一百零八，对不对？一百零五啊，九十六，对不对？本来就这样啊，很正常啊。你总不能说人家超车就就把他枪毙啊？没有的事啦、啊，哪那么严重？那个是一个什么？这样 discrete 上上下下都不是 f i x 东西啊，对不对？所以所以通常那都只算违规而已啊。但是你如果超速超非常的多啊。 就不止违规了哦、喔，因为你明显就是会出事，会撞到人家，听懂吗？哈，呃，但是现在没有一个客观的值。那被告是否有未注意之过失？嗯、他有没有注意？其实他有刹车，我们都看到，他后来那刹车往左边甩、欸，都压到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他不是长这样，你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我也没见过，中间是用那个紫草砖呢、欸，这中间呢、啊，你硬是要开可以开过去的、喔。 我很好玩了、啊嗯，我没见过有地方这样，就那里这样，因为我自己去量过，我知道，他这刹车就往左一直甩过去啦，有啊，他有看到，啊，有注意啊，只是只是来不及啊，通常出车就这样嘛，来不及知道哈、嗯呃，啊，你开得越快越来不及啊，中间分隔带你看用紫草砖绿带啊，很特别，它不是做一个安全岛，哎，它是紫草砖，啊、你真的要开过去，慢慢扣扣扣，你可以开过去。 啊，他、哦、是这样，他也讲说他开了五六十啊，哦，发生事故的时候好像是六七十啊，算了，我们去现场弄了。然后他也有刮地痕摩托车，啊、哦、啊，这个是错的，我们说图上那摩托车的刮地痕是错的，啊、哦，有了，我们有比对了哈、哦，然后把那政务光碟啊，他们有现场的监视器啊、哦，你把它拿来播放播放的时候发现什么事？哇，当时的影片只有五 fps，哇，糟糕。 现在都大概都三十了，以前五一秒钟五格哎、欸，所以精准度没那么高，但 better than none 嘛，懂吗？你永远要想象说，哦，我手里有证据比没有好啊，哎、欸，摸黑黑马黑啊，对不对？好啊，好啊，那我们就这样做啊，哦，所以每一秒截取五张影像啊，所以每一张是两百毫秒 ms 啊，好，那我们就派人去了，一百零六年四月九号，其实是我跟学生去了。 我们在那边量量，量说这每一点到底是多少？每个 link，因为这是刚好这个人家房子的监视器、车库的监视器，所以还蛮近的。呃、啊，虽然不是极端清楚，但是因为距离不远，所以几公尺、几公尺量了就可以用了、啊。我们就用了、啊，回来试试看，有没有？各位看到？你看啊，这 k 等于一啊，有没有？前面啊，CDE 啊，k 等于二就是两个 link 啊，算两个啊，k 等于二啊，CD 啊，DE 啊。 啊三的话，A B C 呀、啊，有没有？C D E 呀、啊，哎、欸，啊四的话，A B C D 呀、啊，有没有？就这个道理呀、啊。还有一、e、呀、啊，有了，我们算了几个，这还没有全算了，因为这五段算起来不得了，就非常多了，就会很烦了。好，我们就算了，算这些速度出来了，哟，都算出来了。算出来之后长这样，五七五四六零五五五九，嗯，那八九不离十的啦。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各位看看这些数字，对哦，前面也给你看一下。 给你看一下那个大货车司机他怎么说，在这里，在这里，他说我大概开五六十吧，撞的时候大概六七十，他反正是这样啊，我是绿灯啊，他有讲过这些话啊。那后来啊，那地检署也说我开五六十啊，这是他说了、啊、没关系，他说他的啊，你发现什么事哈、啊？这大货车开五十几块六十八九不离十，还蛮准的，好吗？不论你怎么算都是这样，我你给你误差也没关系，看得懂哈？ 就用这个原理啊，moving average k 等于一二三四五都算了，算给你，算起来是这样啊，那些通通算了、啊。我们甚至把它延的更长，算什么？因为它是大货车很长，所以我们连它车身，这还有技术哎、欸。你这样算这个点，是每一次都是它的车头压到这里嘛？听懂哈？那你如果知道车头、周围车身长多少，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变数可以放进去？ 看哦、喔，现在是这样，车头在，等一下车头在这里，等一下车头在这里，可是车头在这里跟车尾在这里不一样，对不对？因为这种货车很长啊，啊，它车子在动的过程中，因为有前轮后轮，我们会发现轮子顶到这里的点的时候，啊，那更准啊。所以我们有几个地方连这个都把它放进去我们还去查，你可以查监理所的这一型的车子啊，它这个货车但货很长啊。 这里到这里几公尺，懂吗？所以这个东西你还可以拿来用啊、欸，因为它不是一个点在移嘛，啊，嗯，还可以拿来用啊，我们还这样用啊，那、啊、我们还去查查那个 L 等于多少啊，L 等于六点一七，因为那个汽车新领牌照登记书上面会写轴距多少会写啊，懂吗？那你现场你也可以去量啊，找一部一样同型的车一量就知道啊，骗不了人啊，那个就是那么长。 那种车就那么长，所以还可以算另外一个有一个五十二的啊，哇！所以来法院指定鉴定这些事啊，红绿灯这是看得出来了。机车是红灯显示、啊，没有问题啊。包括很远那个号志的样子跟旁边人家车子在动的样子啊，啊，是摩托车就硬把它闯过去啊。那再问说这个大货车到路口的时候车速跑多少啊？所以我们说五十二到六十之间啊，可以知道大约这这么快啊。那这么快，这个是個客观的数字嘛？ 你驾驶判断，法官可以去决定啊。这里车速速线好像五十了竖线五十的地方开五十几快六十，你不会说五十就永远开四十九点八，所以当下是看起来是还好、啊，哦，你会觉得它很快啊，刹车啊、哦，我们同步也去看啊，那个刹车很，不过不明显就是，所以很难算。那我们还告诉你一件事，什么事呢？停止线、距离线、行人穿越道宽，这些行人穿越道线上面也都有，我们都把它弄出来。 推估最远位置点与肇事地点相距至少六五点八五，好、啊，这个速度我们说车祸是在这里撞，听懂吗？在比较远的地方，这是我竭尽所能,能告诉你的。它到底来了这里是不是有变快？我要提醒你啊，为什么？因为经过这么远啊，叫它一定要注意。我当然不知道它撞之前开多快啊。我那躲、啊、在这里这个房子监视器能算到，我都算给你了啊。 哦，看你怎么去猜它、啊，啊，到底大货车哪里撞到它？呃，这个要看它受损的位置啊。因为当下好像没有给我们很清楚的那些竞拍的，我们是告诉他说，你去看真实的那些。也许警方有光碟片啊。来，底下这个你看，我们影片每秒五张影片的这个啊，我们就截取一块一块啊。你看这地上有人孔盖啊，有车道线啊，啊，这里也有人孔盖啊，这水沟盖啊，旁边这个。 还有电线杆呐！你看，我们竭尽所能，这些能用的都把它用了好啊！啊，这个车子呢，大货车来啊，它撞在这里前面的红绿灯呢，哎，拜托，后面还有点距离、欸，还过了这个行船之后，这行船我记得这边是一个公园，呃，一块公园是给人家过马路的，所以这里有一个行船啊，你看从这影片来 A、B、C、D 啊，这个我们看着这个影片截取之后去现场量这些点在哪里，好吗？这个点几乎在这个盖子。 对不对？啊，这个嘞，这个在哪里？哦，那你就要这个垂线下来，要决定这个点离这里几公尺啊？哦，然后这个点是在哪里？是多少啊？这个多少？来，就这样，孩子去，去，去，我能算这个算到这了，再去我就没办法了。那撞是在撞在很前面这里，有啊，我们可以做这个事。引格截取示意图，然后你再把那些数据通通列出来给他。引格的时间呢、啊哦？啊，你记得要用这个 convention 标准的，人家还看得懂啊。 不然你要讲了半天，你很难描述啊，听懂哈？你原来学那个很简单的东西，这种都很简单的东西呀、啊。但是你这样写，谁都看得懂，不是吗？对啊，只要会看的人都看得懂啊，就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图都有啊，我们描述对应空间的位置在哪里？这不是全部只有车头哦，很难哦，懂吗？所以你车子的位置在哪里？那长度都可以去量，所以很好用啊。这看起来是不是就很简单？是啊，你看我们还画了示意图啊。 什么人孔盖啊，电线杆呐，然后这有什么东西啊？这也是人孔盖、啊，我们都把它弄得很清楚啊，画得很清楚啊。啊，这个分项线、制线的起点是在哪里呀、啊？有没有？啊，你很负责任了，这些你知道量，这叫重建，回去就把它建立起来，就可以算速度了。这个案子好像地院也判，然后台中高分院也判，有的是地院有判，就会判什么无罪。大货车啊。 无罪，然后他就讲起诉的大意啊，哈，公诉意略值啊，公诉值略啊，犯罪他的前铺成的啦，好，然后呢，检察官认为犯过失业务过失致死啊，哈，这最高判五年啊，对不对？哦，还啊，然后呢，车建会也有提供一些意见啊。哦，还有速度对照表啊，这不是我们这个，我们是图哦、喔，不是我们这张哦。 这样是图哦，它的对照表示那很古典的民国六十几年的那个里面物理也是对的，然后这个是检察官的主张，但是经查，底下就是法官的认定。 知道吗？他去看了很多地方，他问过车建会，问过交通大学，甚至还有别的大学吧。警察给他的资讯显示，这个是哦出车祸然后掉了的，然后这些都有调事故调查报告表，有没有？他都给你写得很清楚啊，很长，都在讲这些事啊。车建会怎么说呢？因有一方违反号志指示行驶，未辨鉴定，为什么？因为不知道谁闯红灯。OK，就卡住了，有没有？这叫号字路口，很远很远。那怎么办呢、啊？这没答案怎么办呢？是要去问警察局分析表啊？ 分析表，交通警察大队啊，他回复台中地院呐、啊，说按照监视器啊，第二个镜头，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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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点认为，他认为认为认为哈，停车场周边监视器，根据所调阅之内容分析，根据远端号志灯面判断呐、啊，就是他的照片哈、啊，他有一点决定判断案发当时肇事路口之号志啊。 顺序移啊，因为你即便看不到颜色啊，很远、欸，很远那个彩色都看不出来了、哦、有点黑白。可是它位置会动啊，位置会动，你看就有用了。红绿灯怎么排啊？如果对的话，只有一种排法。红的在左边的、啊，懂吗？你远远看左边在变亮，哦，那就是变绿了。啊、嗯，老师看过那个不是这样排的，你们知道吗？我在台南嘉南药专就看过啊。 哦，那一辈子都会记得了，很炫。呃，那时候我们去做评鉴啊，就是看他们车棚啊，车棚一出来红绿灯，嗯，这怎么怪怪的？嗯，现在改回来了。你可以去加南料砖，它是在省道旁边，它的侧面机车棚出来，那个红绿灯在那边错了亮了好多年都没有人知道，还好可能没出事吧，出事的人也不知道。 你如果碰到一个那个红绿灯色盲的人会出车祸，他会搞错，他以为右边亮了，哎、欸，走啊，右边亮了走啊，对呀、啊，你如果装错的话，右边亮的是红的呢，开玩笑，开太大了，所以他们也传唤警、交通警察的的人来问他去讲啊，根据他们这个监视器画面啊，跟号志灯的。 移动的顺序啊，因为红左绿右嘛，这些啊哦，他们来判断当时暗花路口的号字啊，他们也觉得他们可以判断呐、啊，所以嘟噜嘟噜这不表了。最后他们觉得，啊、哦，后他问交通局啊，说到底你们那几秒几秒是怎么样、啊？如果你去验证一下就知道，诶、欸、那个十字计划跟现场在亮，这样是对的诶、欸、绿灯右边啊，就是亮几秒绿了啊，红灯亮几秒是左边那一颗亮，呃、哦，符合啊，符合他这个啊，知道哈？所以台中县政府他们以前的那个交旅处啊，观光旅游处也有这个。 资料给法院呢、啊，所以他们这样对一对之后呢，答案就是被告辩称系被害人闯红灯啦，并非无机啦，懂不懂？法官最后的结论是这个字眼呢、啊，知道吗？并非无机啊，并不是随便讲啊，意思是这样，是可信的啦。被害人确有违反号制驾驶之违规行为，堪以认定。这重重要的事哦、喔、哈、喔，这挂号二很重要的一件事啊、喔，就是说摩托车闯红灯，啊。 那至于这样的话，就要来论责任啊，论说他开多快啊，他有没有一点过失的事啊？有啊，你看呢、啊，他自己讲五六十啊，发生的时候六七十啊，对不对？他自己都有讲这个啦。然后后来在那个地检署的时候，又说五六十啊，好没关系啊，他讲了他的感觉啊，他也没办法测，那他就来问啊，他讲了一些话、啊，这样有没有看到？我看到了之后就赶快往左了，然后就撞上去了。肇事现场速线是五十公里以下。 有啊，差不多啦。一般的街道，你们知道竖线都五十嘛？哈，没有特别标的啊，啊没有车道线的就四十，就这样。哦，这是通事哦，哈，如果没有查牌子的话，没有限制的话，啊、哦，那他自己讲说他开五六十啊，没关系啊，那就来看啦、啊，看说谁能够算什么给他啊。好，谁算了呢？台中市这个警察局他们认为他们不好算，呃、嗯，然后他们讲了一个什么五十点七啊有他们算了一个东东。 呃，他们应该是 overall 的平均，能算了就算了。然后后来会哦、喔，就就就这问了问了问了，那如果开多快多长才可以停啊？还谈论了这些事。所以当我看到的时候，我看到了，然后你闯红灯，我有点快，我踩刹车。如果我不超速，也一样来不及，会撞上，懂吗？听懂吗？那如果是这样，那你就会无罪、欸。会会插在这儿，那我们俩会插在这儿哦、喔。 我们要算这个啊、哦，法因为法官他们也不知道这些事啊，你要算给他看啊，那你交通工程里面不是有吗？有没有有那 PRT time 吗、啊、？Perception reaction time 吗、啊？对不对？对啊，Perception reaction time 啊，这、就是感视时间呐、啊，感视反应时间呐、啊。啊，一感视反应之后，你一踩刹车啊，车子还要锁住那个刹车时间呢、啊，才会停住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定要有个距离，我们可以算给他。 那够不够用嘛？我们来看够不够用嘛。那以当下他看到的距离来看的时候啊，法院的认定，法院的认定，嘟噜嘟噜嘟噜嘟嘟嘟嘟嘟，就是认为是会来不及。所以呢，所以，所以最后，综上所述，本件被告案发时遵照绿灯交通号志指示，这样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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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状随即采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有闪避不及，还是闪避不及啊？就碰到。 被告对于被害人突发不可知之违规行为，本无防止之义务，啊，所以这样就判决无罪。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高院呢、啊，这个是一百年十月二十七号，哦、这一百零二年五月三十号，啊、哦，过了过了一年半，上诉驳回，谁上诉？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所以就是维持原来无罪哦，知道哈、哦，所以这个案子是无罪哦。 哦，高院呢？啊，前面铺陈理由，上诉会说他不知道会不会开那么快，后来应该会变成说他开多快的事了，嗯，好啊好。然后这个是论法了啊，然后呢，然后这个是事实的认定啊，啊好，这讲了这些之后啊，然后这个检察官啊是认为这个呃车检会啊九十九年的时候说怎样怎样啊，刹车距离是多少啊，然后一来无法闪避等于。 哦，没办法闪，等于就是等等等，然后他的认定就底下这个经查，经查这个是事实，没有问题啊、哦、啊撞了，被害人死亡是因为这件事，OK，好，好，那各位往下看呢二啊，肇、啊、事地点的行车管制啊，所以嘟嘟嘟嘟嘟,嘟认定的时候啊。 是什么？最后说是绿灯啊，几秒的时候，大家车子有在动啊，诶、欸，他们撞之前前面有车子几秒的时候在动哦、喔，这个我们都可以往前往后去看啊，看谁有在闯红灯啊，哈，还传了警察来问了啊，然后呢，最后他们的认定呢、啊、是根据这个实质计划啊，县政府给的啊，但结果还是觉得还是觉得这里被害人确有违反号志行驶之违规行为，看你认定，这才是结论。 完了，他们到高院的时候争执还是在争执速度啊。他们知道红绿灯已经输了，唯一能够得到一点被害者这边得到赔偿啊，就要那个货车司机啊、被告啊负担责任，就是他开太快，所以就来问车祸的速度。所以本院委托国立交通大学，不不不不另外这个哎，他这个一定是刚才那个老师打了事故鉴定书放进去了，大部分呢、啊、他们只能用这个了，然后再加一点他们的判断的词啊。 你知道哈，这里面的过程我们都用这个哈、啊、是 AVI 格式啊，然后呢，我们用最好 perfect quality 的方式啊，转播一次啊，录起来，然后切片啊，好，发现是每秒五个 frame，有没有？这都一样，刚才的字啊，每张两百毫米，有没有？超原来的字啊，啊，也不能讲它超了，因为它引述整个啊，不然它很难完整来讲这个事啊。然后透过这样来算，你看 A、B、C，它全部照照我们那里面的把它转录下来。 好、啊，那我们就算这个给你啊。啊附录就放在他们的那个七十一到七十五页啊，它图就不用再画一遍了嘛，反正就在那。刚才有给各位图，那个它都附在里头，照片也是。好、啊，所以它论定了哦，最终哦，据点之前都是最后的论定词哦。被告驾车行经肇事路口前之车速每小时约在五十二至六十之间，懂吗？这、就是啪，这、就是定这样啊，定调、哦。 啊啊！虽然他自己讲说五六十，哎，五六十不是在五十二到六十吗？对啊，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啊啊！但是这个是因为是上游，我们刚才留了一个尾巴，懂吗？叫这个法院判断的时候要小心一下下，这不是当下、啊，因为出事的 POI 不是紧跟着这里哦、喔。刚才我提醒的那句话，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因为你的照片也看到了，对不对？它其实是在这里呀、啊。 它出事是在这里，还有六十，大概好像六十八公尺外的这里呀、啊。那我们告诉人家这里的速度是多少，都算给你呀、啊。可是我不能保证它出车了这样很短或出车速度那麼快，我不知道，懂哈？哎、欸，我们讲的是这件事啊，我们要负责任的说啊，免得说呢，交大铁口直段说它。 出车祸减是五十二到六十，没有，我没这样说、啊，我是说我能录到能算的，告诉你五二到六十啊，知道哈，嗯，是这样啊，这样就很确定嘛，啊，怎么判断那是判断那个阶段负责人的事。然后他又后来开庭又问了一些后来增加说的啦，好，那就问他：「你当时车祸发生的时候是六十到七十吗？ 哦，我当时是以为警方问问的是我从中山路右转至融合路的速度，因为我右转后刚好是绿灯，我就加速。但是到案化路口时，我有减速，所以多少其实很难说了哈。呃，初速减加速减速，我也不知道啊。就这个啊，好，我们算一算，算一算，算一算，讲了这个啊，好。所以你看到、啊、这里啊、喔，这里来了，来了，糖。 仅以单侧较长之刹车痕，据推论被告之车速为何，自有失偏颇而难采信，所以他就不采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发现这个车子撞之前，看到摩托车左边只有单边哦，有一个二十二点九公尺的刹车痕的。来，二十二点九，要不要对一下？二十二点九，二十二点九当二十二，二十二就好。 零点七五多少？到六十六了，对吧？第三条啊，咖啡的啊，哎呀，很容易啊，差不多大约啦，你不用这，你要弄那么准，就跟号二五四 f d 算算看就好了嘛。那 f 用零点七五啊，听懂吗？所以这很好用啊，这他们警察交通队都放在桌子那个玻璃底下，一看就有哦多少啊，你要弄就拿一张纸一靠就知道啦、啊，很好用哦，真的很好用。 嗯、啊，好啊，那你用这个说，那是六六十五、六十六啊，对呀、啊，没错啊，是在讲这件事吗？但是法官是认为怎样，你知道吗？有失偏颇而难采信，懂吗？这就是新政嘛。法官他做这个判决，他自己要有一个决定嘛。哎，他意思就是他比较相信交大算那个五二到六十啦，知道吗？因为他只有单边，单边照理会打折扣。 你知道吗？单边会打折扣，大车力没有全部使出来，懂吗？所以那个算出来的六十六那个其实是不准的啦，老实说是不准。他没有琢磨那个，因为那个也没问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去帮他解释说，哎、欸，我们怎么解读这件事啊？哦，真正是多少？那另外一件事啊，所以他比较相信发生事故时之时速为五十二公里之六十，有没有？嗯，所以高院最后是判这样啊。 哦啊，这个虽然超过该处之五十公里之限制，但故无信赖原则之适用啊。哦，是吗？好，好再不不不不不不不，哦，他就在另外再说啊，怎样怎样怎样的，要要遵守红绿灯才可以啊。一般人上无法预期，有闯红灯者啊。哎，闯红灯是 binary 一翻两瞪眼呢。超速是，我现在开五十八或是六十六，哎，这个是随时会浮动的嘞。 红绿灯就是一看你能不能过，就这样啊，是 binary 的哦。哦、啊，那他们去引用那个刹车表啊，啊，刹车距离十七公尺，三年以上干燥路面啊。哦，会是速度是多少？有，他们也去引了，引了之后，当然法官是不采任那个啦。所以你看啊，实难任被告有何疏于注意车前状况之过失可言，好吗？注意每一段。 引述到最后才是结论了哈，你先前,前面铺陈了，打最后据点之前啪，就是他的意思啊。读这个判决书是这样啊，然后这个时间上几分几秒的时候啊，在哪里怎样怎样怎样啊，他也他也有写啊，因为到了高院人家有生命的损失是很严肃的事啊哈，所以他们在判决书里面也不可以很简短随便的做决定，简要啊，太潦草的做判断了哈。 所以他都有一些论理啊，人家哪一方有疑问的，都要拿出来讲啊，讲他为什么这样认定呢？哈，这里面是在讲这些事啦，懂吗？所所以就会想到各路口交通号志形同虚设，交通便捷之目的即无法无以达成，就是在怪闯红灯是很严重了，懂不懂？这里有啊，这最后啊，哦，还有呢，因此本件就啰讲到最后，最后是什么？ 实难认定被告有何业务过失致死之刑事罪责，啊、哦，因为他前面说上不合字啊，嗯，原来谈那不合道理，所以他有一个结论在这里啊，所以最后就综合上诉，就就就就就予驳回，英予驳回。那这个案子呢，检察官还可以上诉，我没有 follow up 有没有再上诉，啊、哦，各位如果看了这个还可以去找哦。 怎么找？你知道吗？看的这个案子叫台中高分院一百交上诉二五零零，懂吗？这叫裁判字号，就是这个案子的号。你进去那个裁判书查询呢、啊，用这个一打进去，台中高分院呢、啊，他就会把这个案子以前跟后来有再去上诉的话，所有的判决各阶段都会出来。现在很厉害啊、哦，很厉害。以前我们在查都还没有这样，现在他会自己去 correlation 了、啊。 相同的案子都把它挂起来，你就很好找，你就可以找到它的那个来龙去脉。这个案子的判的过程是怎样？所以，万一你如果有看到啊哈，那你未来可能会，你不是真正接触这种案子，你没有暗号没关系，你会听到人家名字，比如说人家哪里的车祸有人名，然后那个地名啊，你把它 keyword 放进去，你看这边有沿、啊、台中县乌日乡啊，什么路啊，有没有？它不会写到真正那几号。那后来有一段期间，连这名字会圈起来啊，但是这个这个也都还有啊。 你知道那些关键的字啊，哈，时间、地点、人的姓名，或是那特殊的案子的样子啊，比如说什么酒后驾车、公共危险，特殊的案子的名字啊，很特别。你万一在电视、报纸上看到也没关系，你可以去找。呃，但是要过一段期间了哈，当下发生要过好几个月，他才会判决会出来啊。你可以找到，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案子后来怎样。你可以去 follow up，顺便你也知道这个去查询资料的步骤啊、秘诀啊，哈。好，这个是那个案子。